我是在我医生说的，为什么你进来你会觉得很平静的吗？其实是我们的心，你知道吗，在影响我们的磁场，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很平静，然后我们就心会定静下来这样子。其实这些都是医生说法，上也是很上，就是我们每一个树一棵草，所以你们其实我觉得你们也很有感触的，因为你们是摄影师，所以你们在拍一样东西，在拍一花一树木的时候，你们拍的那个可能你们拍那个树木哦，就是纯粹树木没有什么，可是它加了一些蚂蚁或者一些什么有动的东西，它就整体就会说话了。我相信你们比我更会了解那个账户里面的，就好像它是金的东西，其实我们通常人在外面我们不会去注意这些草啊树啊什么，我们不会去注意，可是上面你知道什么意思，他觉得每一个都是在我身上，他会调和我们的心，然后也给那些小孩子更好的环境，读书的环境，所以上面的时候他是看到很远，然后那时候跟着他的那个建筑那个工程师，他们也是张冲整个是你在看上面的，那这个就是他去的其中一间那个西洋工程，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其实上面的建筑是这么的小的，可是他承担起来的职业是这么的，算全世界他都要承担，只要大家有同样的地方他都要承担，所以小小的地方可以承担这样多的，所以人呢真的是有无限的可能，你不要想到我自己小小的力量。那这个呢，其实他们已经走到23千了，然后每个人的表情呢都很累了，可是上人，你看上人的表情，他都没有那种呈现那种累的感觉。说这一个是最后一间52间的那个希望工程完毕了，哇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可是你注意到吗？在整个屋，每个人的角度看的地方都不一样，然后谁看得最远？这是我们自己去检视的，这市场很特别，因为真的每一个人的角度，我注意每一个人的角度看的地方都不一样，所以其实哦，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圈子里面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就是一个角眼光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可是你看一个眼光，每个人的眼光都不一样哦，只有这样子的，更何况我们接触的我们身边的人，所以他们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，其实不要太介意，因为大家有大家的想法，因为我们都生长在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那个，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，所以不用去猜，有时候也不用太去介意或者在意，人家一定要跟住我们的想法。那这两张就觉得上来也是不自信了，然后还来得及再看，回头看这一次，看到你不是，其实这样的照片已经很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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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